大家好，我叫韦辅雷，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能源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22年深圳双碳和环保的精彩记忆非常多，我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有这一年福田区代表深圳获批国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打造气候项目市场化投融资服务的新模式，获得国家发改委发文全国推广借鉴，绿色金融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开启建设近零碳排放示范试点，双碳试点示范更加有为。作为先行示范区，深圳应该在双碳和环保政策实践、产业发展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继续开展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2023年，我希望深圳的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希望更多的深圳经验推广复制到全国乃至全球。接下来我们中心将继续发挥国家高端智库的优势，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放眼全球，聚焦双碳领域开展研究，讲好中国故事，助力高质量发展。